刚才从这里是这样的，你从这里，这是不是紧的？这边是紧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接下来要走这个一放，这个一放，这一放的时候，身体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因为我在这边拿住的时候，是我把我自己抓住在这个角度嘛。我不抓住的话，我的角度应该是在这里，听不懂？啊，我不抓住角度应该在这里，可是我的招式，我的角度在这里，所以我有把它抓住嘛，是不是？我抓住在这里，当我要动的时候呢，一放，当然在这里，听不懂？好，在这里我停了，我的人是这样的，我这边还有抓住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这边一放的时候，来了，是不是？从这边，我这个胯跟腿肌肉一放，身体是不是自然转到这里来？上步以后，这个胯我是从后面要移到前面来，这个胯一落，你看，这个胯一落，自然过来，看不懂？不要去蹬，不要用力，就是用自然的移动，晓得吗？去找这个啊。所以你这个越重的话，你看我现在加上这个，这样子，看不懂？啊，自然你就动了。